我叫卿姐，是做清洁的，每日最少做九个钟的，你的手好好容易啦，两三日就要换一对的啦。知唔知长时间工作的工人收入仍然唔能够改善佢哋贫穷嘅生活呢？我都唔知嘅喎。我叫 Brooke， 系一间餐厅嘅厨师。我最中意嘅就系整嘢俾客人食，谂新嘅菜式系我最大嘅乐趣。知唔知每次买生果只有好少钱会落入果农嘅袋呢？我知道，所以我咪直接同本地果农入货咯。我叫 Manfred， 系一位建筑师。我每朝翻工前都会饮杯咖啡，开始新嘅一日。我喜歡喝濃一點的咖啡，比如 Costa Rica 的咖啡豆是我最近經常喝的。知不知道農民只得到很少的利潤，大部分的錢其實是落在大企業上呢？我也想知道。原來我是有選擇。